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 Vincent Wong， 同人名是黄锦生。我希望我用个白话讲苦话，同大家喺两分钟嚟沟通一下。两分钟开始，依家是2:14，今天是24号，4月2020年。我是马来西亚人，好多嘢今日好藏火嘅，好唔烦，好烦恼咁。做咩政府再加多两个礼拜，我哋先离低屋企啊？我都冇工做啦，我唔掂啊，我冇钱，系我明白，大家辛苦晒啦。我个猫都喺呢度喵喵下，因为两点几可能肚饿。我想你哋大家停一停 ，pause 下。你唔觉得我哋依家仲喺度好幸运咩 ？Very lucky to be alive， 喺处唔系嗰啲医生啊，同埋嗰啲nurses 喺出边救紧咁多人。你唔覺得我哋仲係好幸運，仲係喺度同家庭一齊咧？幾多 millions 啊？幾百百千人，我唔知幾多人已經離開咗我哋世界。停啦，停一陣，唔好再鬧，唔好再打，唔好再尊重，尊重家己嘅朋友，愛自己嘅家庭。覺得今日仲喺度就好幸運啦！我今日7月1954年數碼，我就係66歲，我好 lucky 啊！我太太依家喺房瞓緊覺嘅，睇緊 video， 冇咩清楚。我兩個仔喺出邊搬咗出去啦 ，Gavin、Marvin 都安全，好安全。我朋友三媽都幾好，所以我祝大家停下休息下。依、這個喺家 stay at home 嘅同埋 stay strong 嘅咧，係對我哋大家好嘅。唔好再拗拗打打、鬧鬧殺殺喺屋企啦，靜一靜 ，appreciate life， 愛自己、愛家庭、愛朋友。我兩分鐘到啦，祝大家晚安，祝今日好，明日更好 ，forever 一切好，係咁先，達達。拜拜。